巧了，今天早上一出门遇到了两条搁浅的龙尾鱼。听我四叔表舅妈说过，这鱼是吉祥物，看到他双击的朋友2019年发大财，走好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这是我昨天户外赶海捡到的几个水蛋啊，有个小哥哥私信我说他有强迫症啊，让我把这个水蛋给捏碎，他就给我一个双击。那个小哥哥你还在吗？在的话就点亮红心加个关注吧。祝进来的老铁2019年能够发大财，走好运。今天早上一出门，巧了遇到了一条搁浅的龙尾鱼。听我81岁的四舅老爹说过，这鱼啊是一条吉祥鱼，看到他双击的朋友2019年必发大财，走好运，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长腿上岸了，抓这个大长腿啊还是这个光头小哥哥会抓，一抓一大把。有的老铁啊，他一进来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有的老铁他怎么样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。老铁你给个关注，祝进来的老铁2019发大财，走好运。捞这个八爪鱼还是这个小妹妹会捞呀，有的老铁他一进来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有的朋友怎么样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给一个关注吧。